走吧，准备好了没？路上开车可慢点啊！走走、啊。那个咱周导给我打个电话。行。这是自己租的主题棚。啊。你那租唱吗？走是吧？您赶紧回去吧，说。啊。外边冷，聊吧，聊吧。一会儿多冷了。啊。你赶紧回去吧。啊，走了。啊，走了啊。啊。若只想要被爱，最后没有。好长时间没有去叔叔阿姨家了，今天我跟世豪呢去姥姥家去看看姥姥，然后叔叔阿姨说给我做好吃的，今天还是挺开心的，很期待。我不愿让你，不愿意让你一个人。叔叔得把东西拿上去的。哎呀，他拿这么多。这是俺爸做的那个猪皮冻，你做的。这咱挺好嘞，挺好嘞。你尝尝吧，回来想吃再做。好嘞，好嘞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你先搁这儿吧。嗯。走吧，叔，先上去吧，今天不穿个外套，今天冷。嗯，走吧。嗯。白叔叔，我们刚才赶上了，搁家。拿那个毛巾回去。好吧，走吧了。嗯。走，您从这走吧。哎，您上，您上。刚从外边回来，手是不是凉是吧？啊，你看咱这酒冰凉凉的，别说辛苦。姥姥给我暖手了。姥姥可喜欢你，大宝贝，这家里就这一个儿媳妇儿。当然，好感动啊。姥姥可喜欢你。好，阿姨。哎。有啥好吃的呀？那个鸡蛋弄了个排骨，咱俩找几个菜。啊，我看你做好几个菜了。那有事儿。那我刚要问问菜。不要不要，不需要把你都不会没事儿，反正。包饺子的两个都来。走。跟着来来。走着了是吧？啊。包饺子都来吃。买好馅了没？买好了，现在买好了。现在都买好了。啊，你看了别讲了。等会儿让小三一块儿来。嗯。弄了一短，看那小短腿了，你们走。那都不是专门来看你了。啊。好久没见你了，想来见见你了再。嗯。咱不是光弄了肉，还没有加配菜。来。你那是炖香馅儿。你看，还分两种馅儿啊。三种了。来，你看这个橙子，不甜，少吃。不酸不酸不甜。尝尝吧，姥姥。先尝尝，有点凉。别多吃了，来，你看这个橙子也甜。试试。来，来吃好。趁着咱坐一会儿，完成手量了，是。这两天吧。休息吧。大宝贝。说话了。然后叫我吃肉。早起买了个火鸡儿。倒了点糖啊。那我平常在家咋没做过这么好吃的？你使劲子，哈哈哈哈哈！小南轻易不来，我都早起的早点，我也得那我吃了那几颗火鸡，哈哈哈哈哈！我买了火鸡。真是。这小南专门准备好了，昨天。也煮的还不错的，你看啊。一会儿俺三爷拿走点。对，三爷一会儿你拿走尝尝。好，谢谢谢谢。那个皮冻。呀，做的真好。小兰兰喝呢。他喝好了，让我喝全了。你们家。让你喝对，我喝好了，他能喝那个奶。我都喝不着奶。那就那一瓶的咋分呢？他看就在那边儿。今天人有点少，这不昨天的时候这个桂花节了，谁来人都来了。今天人少点儿。正好大姨有事了。那就他这个事上班了。没事，叔回来我去看看他们。我不喝这个。来妈，你一个鸡腿来。给老你给吃饭吧。是不是还给上那一个？然后你先不用您说。有你可那就是家鸡我了的。你吃鸡翅吧。你看看。待遇。我以为没人帮我了。关键喝的还是有啊。刚才那个。小王，完了，有啊。
你看看都没我的事了，现在饭店好吃，老早咱们不是武汉的，应该在医院。实验实验实验，那狗庄那个，为了打到哪儿了？对了吧，对了吧，别闹。吃饭了，好。弄这干啥了吗？这是。这都不好意思了。今天十二月，你就想买个嘞。下次咱就给小南坐豪车。成成成，下次咱用它。只要你讲，我就记住不忘。